帮帮忙，计时六十秒开始。屈中恒的星座是什么？天座。跳过。请拼出鱼 fish 的英文单字。F I S H。十二乘以三十一等于多少？跳过。千里共婵娟，上一句是什么？百年同船渡。清明节是几月几号？四月五号。泰国的首都在哪里？曼谷。一公尺有几公分？一百。二氧化碳的化学式是什么？ CO2。 桃园三结义指的是哪三个人？岳飞、关羽。跳过。金字塔是哪个国家的建筑物？埃及。伤心酒店原唱是哪两个人？施文斌跟张惠。两台机车一台汽车总共有几颗轮胎？八颗。老人与海的作者是谁？佩纳海。张飞，然后千里共婵娟上句是什么？若要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。若要人长久，他回答什么？对啊，来，我们几题？我们八题的，八题。OK 了 ，OK。稳了。预备，计时六十秒，冰冰。火中康的星座是什么？下过。请拼出猪一个英文单字。PG。十二加三十四减八等于多少？六。黄河入海流，上一句是什么？欲穷千里目。元宵节是农历几月几号？元宵节。过跳过。有第一名模之称的台湾模特儿是谁？五官指的是哪五官？什么五官？眼耳口鼻。长滩岛位于哪个国家？菲律宾。三个礼拜又四天，总共有几天？五。台北的驱马是02，那台中的驱马是多少？04。牛魔王跟铁扇公主的儿子是谁？牛炸。四维八德中的四维指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有帽子天后之称的是哪位歌手？孟非凡。自由女神是哪个国家？美国。来，时间到了。自由女神是哪个国家送给美国的？还没念完。对呀、哪个国家？法国。美国的好朋友。法国啊。法国。美国的仇人送给那个自由女神。四维八德的四维是？四维八德的四维，不知道。礼义廉耻。牛魔王跟铁扇公主的儿子叫做牛渣。牛炸，他说李罗炸，对，红孩儿，那个是三太子。是人吗？来，没关系。五官是哪五官？眼耳口鼻，嘴，眉。口就是嘴了吗？还是嘴？黄河入海流上句是什么？欲穷千里目啊！白日依山尽，欲穷千里目，好不好？很屌。欲穷千里目是下一句。临北狮子座。请下去。今天总的下来，手里握握手。还是一句话，现在女孩子啊，这个要才德兼备，好吗？不要说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，然后问你什么话都不能讲，然后聊天也聊不出个屁来，那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这跟年龄是没关的，对，这是个人修养、个人那个进化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两队那个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谢谢各位大伙。